我们年长的虽然年纪是一大把的，可是哈，我们还是努力，广发民间那边，是礼拜二早上，对，机会是，阿门。 啊，读经后嘛，那这样子，自然交通，对，我们就唱一点诗歌，是，来奉献神，阿门，阿门，耶稣啊，愿我们一生献于你，是，我，阿门，是，很下山的时候，是，我就拿神的诗歌来唱，对，阿门，是，因为我已经认识神了，阿门，我就。 当他，对，做我，我的伴侣，因为我的伴侣哈不是不在了，跟我没有话讲了啦，阿门，我要跟我真正的丈夫讲话，阿门，神就是我们的真丈夫，阿门，感谢主哦，我到那个时。 乡镇的这家来参加这个机，光明会，光明会，真是很享受，是我们更认识神，就是应付应付的说，我应付我有信信主，但是我到现在哦，真正的认识主了，充满在我里面，使我在生命里哦更充实了，实在是。 哥哥姐姐们的这样子的扶持，让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很有把握，希望我们也能够说，让我们都一生来献给主。
哈利路亚。所以一分钟，我们上个礼拜哈。对。